来，本意这边看。看一下这边，这边，百婷这边看一下。来，本意这边。百婷这边。来这边，这边。来这边再看一下。陈这边。这里，来这边再看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来一个简单的对话。好。然后回答我问题就行，看前面的视频啊。好。我先来，看一下，谢谢。好。好。哎，我刚刚应该问完我们新店啊，老三的新店，那感觉如何现在？感觉啊。感觉就是还没看够。还没看够。因为还是。增加了很多的新品啊、新品系列，而且自己刚刚看完之后也有自己很多喜欢的。那刚刚应该也看了很多我们 FS22 最新的产品，那最心仪的一款展品是什么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吗？那就是我胸前戴的这一块了。因为这个胸前这个装饰呢，它是设计的非常的独特，而且就是加了很多的 3D 那个元素和那个绘画而成。而且这个也是特别有寓意，是浪凡品牌创始人浪凡女士的英文名词缩写，这个 JL。好的，那最近的接下去的一个工作安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最近的工作安排就是好好拍戏吧。好的，谢谢小易，今天辛苦了。我们那边请。小红书。